哎呀，系咯，可惜我冇带到嗰啲鱼链。唔使，呢个唔要。强化下先。最激枪。哇！武器随便用50个，有啲难搞。你睇下网枪，武器随便就暂时5小3旋枪。睡眠槍呢，無人升到就冇計先。唉，要呢個但呢個係咪即係一次性，即係落咗去就安裝一次？可能係搬緊，買咗先，用住先。我呢度用住對話咧，唔係對話有冇咩選項？唔知啊，之後搭飛。哦，搭飛啊！即係我用，一出水就壞掉先，除非我即時買嘢嗰位啊，唔需要買嗰啲住空氣瓶、魚叉槍啊，魚叉槍先。哇！升嗰只又貴過5套，空氣瓶暫時都還夠用。咁多隻雞，我而家应该望望先，台盘呢度发光水母唔知喺边度拎，又就300米，100米。再签一签咗啦，唔迟就去啦，睇下尽量捉啲排队要用嘅鱼先。绳索系咪有冇用？我唔记得。用呢个。应该有嘅，堆会喺呢头附近。系，唔系喎，应该仲有，系咪
那找另一堆。啊，黄芪呢啲我之前捉过啲啦，即系唔系唔捉。奇我有啲枪，奇唔需要捉。既然系咁，不如用咗两支枪嚟捉先。走火都打中了，在哪裡？還有子彈，哎呀，白夜斷斷打死有兩隻不關事，不過有兩隻都未捉過，算是同一種了。冇曬子彈了，換埋呢把槍，咁都死唔到一隻，出嚟用完就換翻呢把咯，我覺得呢把槍好啲。只不過咁啱冇子彈，就用住先咁解。仲有咧？仲有冇 ？OK， 氧氣攞咗先。原來需要都幾多呢啲武器，能見到廢鐵進集先。哎呀，唔錯，搞錯。咁都俾你撞一下，哎呀，唔中啫，哎，咁又唔得，搞錯了。係忍唔住，捉咗你，就賴嘢。
但真冇黑色嗰种咩？即系个旗系黑黑地，唔系系属于黑色，呢啲全部都系黄色。诶，呢度有。派人哋先 ，OK， 好，咦，捉咗两只，架机送两只走，系嘛？喂，正，哎呀，依下得啦喎。數下要打幾多下先，一下、兩下，係啊，三下，四，五下。先死，八四三廿二系咪？八一十六，哇！成二百血咁滞。OK， 都捉咗唔少。啊，会唔会睇下边度有嗰只发光水母？我估应该喺深海，应该唔喺呢度。除了水母之外，其他差了一些。唔知佢有围住，围住唔走，我梗系趁佢围住捉埋佢。唔得，系咪应该呢下应该未够？咁多血嘅。当然是要啊，挥埋另一角度佢，可以摆十 K 落去，再加多一个，俾我十 K， 总之摆得到嘅都摆开。啱啱十期掂，打到重嘅，好重啊！你真系谂住背负住咁重嘅运，
发光水母。我看到球了。我梦虽然飞驰，所以仲有咩其他做？三百米，即系我要四个啫。咩嘢嚟噶？发光水母，真系慢慢游到落去搵发光水母，定系听朝先搞？发现我哋喺边度有得撤离船。又好似唔似有喎，唔係我直上咪得。